karong suami niya kay natalo lang kay nakuha si nga luka. O, tuman namin ako patsugan. Itaray kay ko na gano. Iya kay ko na gano ko na kay umamas ko ya kay katagarong suami lang kay marimura ko. Iya kay ko pinaganan no. Iya kay ko na gano kawit tagarong ko na gano kay umamas. Kabuluan ayan namasan pagawat sa gado ani kano kumilangan-langan ay sunod si Malibatangan taza kujur kato rimay da ya pasabawa aja wawaya wea naki kolang anajmo kom kete naki langan no makarkaritian toa kiso karkaran kemaritian toa kadyuna sa tiyat chavadi wanay ka ma sakuya kuya sa gado ta pakala雄伟的高山云海铁山夕阳，树北大武最美的自然景观。回到山区是属于双鬼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的一部分。它除了动物资源非常的珍贵稀有之外，它的植物资源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第395趟登顶北大武山。敬爱的大武山神，我是你的子民黄品杰，山神是名徒弟。经过这次活动的洗礼之后，我真正能够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走在南台湾，只要是视野宽广的地方，几乎很容易就可以看见这座大山，一座挺拔如金字塔高耸的大山。四时风云轮转，季节更迭，大山依然不动。大武地垒是中央脊梁山脉分布最南的一区，在卑南主山后，脊梁陡陷了500到1000多公尺。然而，雄踞中段的北大武山，在周遭陷落低伏的山棱中，更凸显出它3092公尺的昂然特立。任何角度仰望，都坐拥大山气势。从广袤平坦的屏东平原，沿着嘉泰公路蜿蜒而上，百转千回中，特别能感受到北大武山自平地一跃而起。拔升于南台湾层峦群峰中的万年绅士，青缕临风，山影一路相随，在台湾族人的祈祷声中，山神有灵，守候庇佑着即将到来的朝圣者。敬山敬神，敬亲爱的祖灵，台湾族人深深切切，让等待出发的山岳旅人更添神往。那我们就这边要出发了，正式攀登北大武山。哎，是是是，今天是我们要一行人要攀登北大武山国家步道。嗯，啊，目标是到快谷山庄。嗯，那这里呢，海拔的话是1550，然后我们今天爬升600公尺，到达快谷山庄2150公尺。啊，沿路上有一些景点非常值得大家莅临，尤其近几年来哈，我们林务局在这边对国家步道的设施有做一些改善，很多人来这边来登山健行活动。北大武山在南部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高山百岳的登山步道。是是。北大武山的魅力，并不仅止于南台湾的山岳爱好者。
这座位居五岳中的老妖，自北而南，吸引着许多仰慕者登高揽胜。攀登北大武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今天登山步道的修筑，让登高的脚步多了一些笃定和自在。哎，各位小心啊，这边比较陡。好。哦，那个，我们林务局呢，在步道施工的原则准则里面就提到哈，特别要多采用近自然的一些工法，多采用现地的枯木哈、啊、或木材石材。在这边的话，就像哈、啊、用石材还有孤立木或倒木哈、啊，来做成的一个工法，能够让步道呢舒适啊，又能够外来的一个材料哈、啊，减量为原则，达到一个生态工法的目的。哦，所以步道这边这个横的这个木头，还有这个固定的这个直的这个打菌，都是用现地的枯倒木来利用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么陡的地方，又要考量到它排水，还有步行的舒适性，那就多采用这些工法哈、嗯。那因地制宜啦，像这一个地区是采取这种做法，那有些地方当然有别种做法，那我们待会沿路可以看看。登山其实一点也不寂寞，登山设施的完善，让旅人有更多闲事可以迟暮骋怀，将心情释放在群山中。从登山口开始，虫鸟嘶鸣不绝于耳，绝妙的啾啾声中，三不五时夹杂着树雀沙哑的嘎嘎声，和树雀一样同为鸦科的江鸟，安静享受森林大餐。五色鸟是这片林子的要角，嘟嘟的平凡木鱼声不闻停歇。白日里难得一见的夜行者林角鸮，在登山客此起彼落的步伐声中，睁大双眸瞪视着眼角下徐徐而行的过路客。这些密林中的原住民最清楚北大武步道落绎于途的原因。好像有四根哦，是两组啊。对对对，那就是要感应，确定感应有人走过去的感觉。有两束红外线在侦测。那它主要作用是？是要计算这个游客什么时候多少人哈，还可以累计看年游客量多少，作为我们经营管理的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北大武山国家步道的游客哈方面，我们有委托学术单位做研究，就是利用这个红外线的计数器哈，来做一个游客人数多寡对这个环境的冲击到什么程度做一个参考了。所以人量走过去，它就会有感应到，就会对对有计算出人数。对对对。登山人口日渐增长，生态的维护更见迫切。北大武山登山步道位于双鬼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边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在人机来往的步道上，野生动物并不易见，但只要注意身旁脚下，一叶昙花兰成群从枯叶中蹦出，像瓮一样的花形小巧精致，而林间树影下湿气重的腐殖土坡上，可以发现花絮鲜黄的绿花枭头蕊兰，散发幽兰之香。山野之行，尽情开展感官，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大自然美景处处，却也危机四处。这段路好像都崩塌掉了，走起来有点危险哦。是这段路哈、哦，是去年海棠台风的时候，受损的。那旧路呢，原来的步道是在下面，崩塌以后，我们就地哈、哦、改辟了一条便道。另外呢，很多很发心的那个登山客哈、义工，他们就发现自己出钱出力买一些绳索啊，来这边做一些安全的设施。很巧，今天我们遇到就是这位义工先生李腾安李先生。我们都是说为了游客的安全呐、因为崩过以后就是土石松动，啊，有的人爬山没有经验，就是说架了绳索给人家一个安全感。心里面比较踏实，但是绳索只是刚刚让你平衡了、不要完全靠它了，但是我们会常常来维护了。一般我们游客都来走这个断崖的话、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像这个悬崖哈，一边是悬空的、那一边是山壁。那假设哈，以我们在行进当中哈，都要靠右边走啊。那这样的观念哈，在登山步道里面哈，是比较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你靠右边走哈，万一人家闪过去哈，
就把你撞到山谷里面去。所以你要闪人的话，尽量找有树干啊，或者是像绳索啊，你可以尽量的往里面，往里面靠，让那个队友先闪过去，所以说你要让他闪过去的时候，你本身呢抓紧，万一他掉下去可以顺便的以防万一的，以防万一，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对，像我们背着重装，像如果坐靠比较右边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往下掉？对对对，所以要尽量靠右边一点。重心会不稳啊，是是，所以说这个是登山的一个常识。常识是。进行户外活动，固然有不可预知的天然险阻，但丰富的山野知识、对前往地点事前的资料搜集，再加上专业实用的户外装备，必定能完成一趟充实又安全的山野旅行。当然，经过维护的完善步道，却是除了自然之美外最惬意的风景。每年到了三月中旬，北大武登山口附近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可以穿越过上百只结束越冬的紫斑蝶。在秋冬时节，这些紫斑蝶属的蝴蝶从台湾各地往南部避风的山谷迁移，并择偶完成交配。登山口的天空是他们旅行回程中的一处驿站。板很滑哈，尽量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下过雨啊，这个地方下过雨很滑。这个栈桥是我们步道设施的其中一种做法，因为在正在工程很难施工或怕破坏地形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外加木做栈桥，让行人能够安全通过，也不至于破坏当地的一个土质的一个稳定性。这些枯木呢，这是去年风灾后的枣木，我们就地取材，就拿来当做一个工法的一个借使用。这木刚刚走起来还蛮舒服的。对，走起来蛮好。对，木材的话有弹性啊。这边要通过一个干溪沟哈。是是是，这边上面左边有一个峭壁哈。对。现在是没有水源，不过偶尔雨季的时候，这边水源是蛮充沛的。哦，对，到这边哈，各位看一下哦，这边就是所谓生态工法一种。砌石工法哈，那你看一下这边砌石，然后到这边用自然的岩壁呢，给它凿刻成一个阶梯，让登山客能够方便爬行哈。你看这样的话是很自然，所以很多登山客山友们都很喜欢爬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大石头的面嘛哈，应该是原来是会很滑，把它打成一阶一阶的，方便这样往上攀登哈。是是是，就是步道维护的一种做法。对，是要小心一点。对，还是有水，还是各位要小心一点啊。顺应自然的山径步道，视野上和环境相融，丝毫不带人为矫饰。步道的便利，让更多人得以亲近山林，但五岳三间之列，毕竟不是浪得。北大武山远望高耸的插天雄姿，一旦走入，才真正能感受到它的陡峻落差。若非十足的准备和体力，想攀登上3000公尺的峰顶实在不易。幸好沿途有的是活生生的大自然教材。这边有一棵枣木呢。对，
都是被清掉吗？像我们步道的话，遇到这种状况，我们是不会给它清掉的。如果说不妨碍到人身安全的状况下，让它自然。另外就是说，给游客也有一种感受，就是来到这个森林里面，要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偶尔还是要举下躬来哈，对这个大自然算是一种这个尊敬了哈，那尊敬它。所以如果不是太危险，就保持原状。对对，感受一下登山的感觉。对，这样子。那通过这棵树的时候，自然就像这个大武山。哎，行个礼，对对对。行一鞠躬，对对。哦，到了，哦，到第一休息区，1.75K。休息休息，这边先休息一下。对，一个平台哈，可以休息一下。1.75K。是，登山者都在这个地方稍作休息，因为这边也有现成的石椅。好，那些装备了，大家喝点水，吃点东西。休息了，爬山不要太急了哈。对呀、啊，慢慢来，要调气了。对。在这个森林里面呢，清凉很舒服。是啊，爬了山，然后坐森林浴，到这个地方来休息，最刚好。嗯，这边海拔大概多高了？哦，这边海拔大概1600左右。哎，我们从登山口沿路这样上来哈，也感受到沿路整个林香很优美。那到这边1600，大概这边哈，北大武山，因为它海拔高哈，所以它涵括了热带、暖带、温带，甚至到寒带的各种林香都有。啊，像这一带的话，大概就是暖带地区。所以这边的林相大部分是以樟科、可妥科的树种为优势啦。那再往上走的话，可能就不一样，就块木啊，甚至高山杜鹃，甚至铁杉林到最高的时候。所以走在这步道里面，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所以说那么多人喜欢来北大武就是这样。有人认为大武山一带是将近绝迹的台湾云豹最后的栖所。大武山自然保留区总面积约47000公顷，是目前台湾最大的自然保留区。森林样貌原始且地形自成独立系统，因此在生态上更具多样完整。高屏地区的族群深信，北大武山是守护高屏平原的一道天然屏障。除了丰沛的自然资源，大武山区同时也组居着懂得和山林共处的族群。百步蛇和云豹宛如排湾如凯的神兽，这些住着传统石板屋、有着精美工艺的大武山子民，从出生到最终，他们的生命和山林紧紧相扣。第二休息区，这里有一个景点哈，这里有一棵比较奇特哈，各位看是一棵树还是两棵树？看起来像两棵树哦，是哦，好像纠缠在一起，缠在一起，这就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真阔叶树，两种树种的合抱树哈，一般俗称夫妻树。浪漫的缱绻交融，其实正是森林中一场生存的竞争，无论是森林上层的巨大乔木。或者林下密生的大武蜘蛛豹蛋，为了争取阳光，森林中的生命使尽浑身解数，用各种方式延续族群。有着轻柔羽毛般的小魔盖蕨，以旺盛的绿意将族群铺满整条山径。然而海拔渐增，更彰显出生命的韧度。
植物了哈。哎，这边的树林看起来很特别，那造型很优美。是是，这边就是我们北大武国家步道的第一杜鹃林，很难得，台湾很罕见哈。怎么这么大片单纯的台湾杜鹃纯林？这片台湾杜鹃长得非常高大，一般我们在平地看的那个杜鹃都比较矮小，像灌木这样。是是，这边的话，因为地势海拔的关系，因为这个地形是在岭线上，受到风向的关系，产生了这个风剪木的现象，这样同一个方向生长的感觉。对对，因为平常那个风向都是从那一个方向过来。那现在五月是它的开花期吗？哦，对。一般平地的灌木的杜鹃大概开花是在三月就开了，那因为受到海拔地势关系啊，这边的杜鹃开花期大概是五月这个时候，慢慢陆陆续在开哈，所以这次我们来很是时候，那我们可以看看沿线，可以看到一些花苞都已经长出来了，非常美。台湾杜鹃在杜鹃花后的选拔中曾经夺下后冠，艳盖群芳，但山径上的这片台湾杜鹃纯林，迷雾中却越显清雅脱俗。金毛杜鹃也是北大武山步道两侧的娇客，只要季节一到，依约绽放花容。同样是杜鹃科的西施花，淡淡的在步道自开自放。登北大武，四时都能观赏到奇花异树，以立风景。为了贪看大段崖上的夕阳盛景，将不可避免的摸黑挺进。这段抵达快谷山庄前的去黑山路，特别令人期待山屋中温暖的灯火。看到真了哈，亮亮的，对，闻到香味。小心哈，直接，这边直接都做了蛮漂亮。到了哈，可以。哇，终于到了，辛苦了，终于到了，终于忙了一天，各位真的是很辛苦。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快谷山庄哈，住一个晚上。啊，这快谷山庄是我们屏东林管处哈，在这几年的步道工程里面的一个重大建设，啊，提供给登山客很好的一个休息场所，啊，为提供明天还可以登顶，好啊，来吧，先把行李卸下吧。OK， 向导们应该早就到了哈。哎，对。饭菜都凉了。在高山上，一处有着完善设施的山屋，无疑是山友们心中的五星级旅馆。饥肠辘辘似乎不足以形容一天的疲惫，然而在五脏六腑的催促下，大伙儿完全释放了一天辛劳。当彼此互视到相互扶持上山的伙伴们，那种卸下重负后的笑颜，不禁令人动容。这就是登山的乐趣，一种难得的真诚，一种对明天、对未尽山路上的风景无限期待。